年的夏天啊，我也到嘉义来走一趟，是啊，然后我也跟我们第一线的所有的这个嘉义的乡亲哈，有一个对谈，是，我心里蛮难过，怎么讲？哈，因为呢，他们跟我讲啊，今年哈，说是第一次的第二期的休耕呐 ，OK， 啊，然后呢，他们讲说。政府如果要休耕哈，啊都卡扎贡哎啊，因为你不早讲，结果他们把那个秧苗都准备好了，都买了，对，都买了，然后呢？你还没开机呢。啊等到政府要补贴的时候，都还不够他赔。啊，不够赔啊！不够赔，这是我听到的啦哈。我来，啊我就说，这贱户哈，如果他是真的关心农民的话。他应该很早会计划，对，他应该会很早就会通知大家说，哦，因为现在缺水，有可能要休耕，哈，啊，你们大家做好了准备，我们一步一脚印，对，这样子大家就不会受损害了，对，你知道，嗯哼，啊，不过哈，咱看到咱的贱户哈，是，玩得走不？无，拢无，他完全不在乎。老百姓的后果，伊跟他怎样讲？伊要编预算，我得财委会啦，我得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，财政委员会大概怎样是冲啥物？拢是跟钱有关系，哈，拢是跟钱有关系。啊，这个会期哈，刚刚结束的这个会期啊，我们是在审预算呐。预算是啥物？就是咱百姓纳税钱啊。贱户摕咱百姓的纳税钱创啥物？大傻逼！对，你想看休耕？我做一个例子讲哈，休耕的话，如果你早计划的话，你这个钱给农民、给需要的人，是，我觉得都没有问题。对了，无问题。对，哦，啊，不过哈，你要是把这个钱完全不当一回事，因为这个钱是从大家的口袋里面拿出来的，没错。大家知影不？去年呀，超增5000亿呀。对，我们在野党的委员哈，在立法院里面极力的力争，够和大家还10000块钱，唔欠都是唔欠。对。最后面大家拿的多少？6000，对吧？对。大概摕6000。是。你知道为什么10000块钱减成6000吗？我们去看它的内容。常常都是把它藏在细节的地方藏起来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他补贴台电呢，是这次要还给大家的10000块钱里面，他补贴台电就有500亿，因为他要补贴台电。但是我要拿我们的钱去补贴台电，对，台电亏损，他应该给我们10000的啊。没错，可是我要跟大家讲哦，台电并不是这一次才补贴500亿哦。112年都是今年啦，好快，我们快要走完。今年现在是30号嘛，哈，拜一都是大年，就是初一啦，哈，元旦哈。112年的预算，在111年通过的，已经补贴台电1500亿，没有听错，大家没有听错，这些的钱。都拿来花在对老百姓有没有帮助的上面，没有啦。为什么台电为什么亏损？台电为什么亏损？光是这个议题，我们大家就要讲很久。可是今天我们最重要的要跟大家讲说，想哪政党一定要轮替。对，啊，因为大家看到哈这些贪腐的这些的事情啊。层出不穷，就像粽子一样，整挂的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不管是这个绿能啦，啊，也风电也好啦，哈，口罩疫苗啊，口罩啦，疫苗啦，哎，想好笑的就是，你跟政府要什么资料哈，提无，拢无，全部都是黑箱，对，全部都不透明。我跟大家报告哈 ，ECFA。哦，大概怎样 ？ECFA 是啥物对不？对。哦，因为我们有我们很多的东西，包括我们的农产品、农渔业的部分。对。那么可以对岸，因为我们本来有早收清单，是有很多的优惠。对。
我在立法院问我们的农业部部长啊，我问他说，ECFA 如果终止，对我们的影响是怎么样子的影响？你知道？他说啊，短空长多了。短空长多？短空长多，对的，是不是今后？是啊。是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说，短多长空要赶快讲出来，大声的讲。是啊。啊，但是基础是什么？对。你的报告的基础，只要是对老百姓有利的，好，当然好啊。但是如果对老百姓不利的，或者你是错误的评估的话，啊，都要赶快，大家赶快准备啊，是啊，对不？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，你要休耕，就不要让老百姓去买。你为什么要等到老百姓准备好，你才宣布休耕？对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法嘛是赶快。ECFA 也是一样的情况，就是如果他对我们好，这个我们给他拍拍手鼓掌，对，但是如果他对我们不好，我们就赶快准备啊，没错。可是呢，他要不要，他让不让我们知道呢？他不爱让我们知道。然后他说呢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呢，这些都是机密。机密？哎，这是什么机密？然后呢就叫我，然后就批评我，当天就说，你这个是居心不良，是要把资讯给对岸。大家想看看，是我作为一个民意代表，我只是单纯的希望我们大家都有权利知道事实的真相。是我给大家报告哈，民主国家，我学法律的了哈，我给大家报告，民主国家谁是国家的主人翁？人民。对，我们这边的这个朋友讲得非常好，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老百姓才是我们中华民国真正的主人翁。没错，政府是服务人民的公仆。对，他是公仆。民进党执政，主人完全忘了，我们老百姓才是国家的主人翁。对，完全忘了，他是要拿老百姓的钱为老百姓服务的公仆。没错，完全忘了。民进党建户呢，跟他做几工代志，就是拿老百姓的钱洗老百姓的脑。对。他在做大内外宣的时候呢，他就讲说他有多棒啊，他做了什么事情。我给打开报告，这七年以来，你过得有没有比以前好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嘛，对吧？哈，我看到，对，过去的七年，大家都不好，但是高官呐，哈，像这个建户啊、官员呐、院长啦、副总统啦，因过了好不？好，足好诶，足好诶，因啊，肥肥肥，肥就跟咱这位朋友哈讲的同款，食个肥肥肥，也不是只有自己而已哈，还有他的亲，那有2400万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很奇怪，民进党执政哈，他都是近亲繁殖呢，不是就是陈明通的老婆，陈明通做这个国安局局长，对不？是。他老婆就做金管会的副主委。朱泽民做主计总长，对不？因弟弟啊，跟因某哦，都是做这个银行里面的什么董事长啦，什么主席啦。我们看到顾立雄，对不？我们国安会的秘书长，对不？对。他太太呢，就是王美花部长，经济部长。对。我们2300万人都没人知啦。对啦。只有民进党政府里面的高官。因这因才多都是因的亲戚朋友才是人才啦，哈，别人都不是啦，对啦。可是我们看到哈，如果真的人才，那也就算了，我们也忍了。对。可是大家看到的是什么？我举例这个主计长，大家可能不知道主计总处哈，他是在做什么？他是管钱的。当然。就像大掌柜一样。当然。哈。啊，从今年的年初，去年哈，我先跟他讲说，我说全球要通膨了，他说没通膨啊。在年底的时候呢，他就做出来一个数字啊，叫做
1.96， 没有通膨，二才通膨，1.96没有通膨。好，啊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在今年，好，就去年年底，今年的年初的时候，我有点担心。为什么我担心呢？我看到美国升息呀，然后呢，美国的通膨很严重。对。啊，所以呢，我就问他哈，我说，哎，主计长，我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哇塞，一共绝对超过二，有可能吗？事实证明，现在已经不是了嘛，绝对没有。对、啊，他的说绝对超过二哈，他浪费了我们多少时间？该修更赶快呐！哦，浪费我们多少时间呢？他从年初到今年八月。8月17号还是15号？ Uh-huh. 啊，他承认了。承认什么？他承认说没有办法保二。Uh-huh. 没有办法保二嘛？哦、对嘛？只有1.6啦。OK、哦。啊，但是呢，当天哈、哦， uh-huh. 当天他在公布的时候啊， uh-huh. 然后 IMF、uh-huh. 国际机构马上打脸，他说连1.6都没有吗？没有、啊，真的、啊。哎，对。啊，然后现在啊，现在11月。一年只有12个月，对，他到11月底的时候呢，他就在变更了。民进党政府最喜欢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校正回归了。对，不管是疫苗，是数字，只要碰到数字，他就会校正回归啊。老百姓也塞呗，你那最行力的人哈，你那是甲别人讲，哎，啊，我会塞偌济啊，事后呢？没有那么多的话，哦，政府的工，哎、嗯，你诈欺，嗯，啊，你欺骗，啊，不过咱的政府呢，一家己拢会使，所以我们看到，数发部对吧？数位发展部，200亿，200亿，唔知家己得位，哈，只会做买，对，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真的非常了解我们现在的目前的情况。点面线，哎，你知道200亿去设计点面线的这个平台，点面线也很好啦，但是应该不需要花到200亿啦。那个可以交给那个什么外送平台就可以了。我相信哈，但得加丙佑哈，你们回去问那个家里的这个年轻朋友，我们现在的台湾的年轻朋友其实很优秀，尤其在那个软体哈，写软体还有 IT 哈，上面都非常非常优秀。是，你根本不需要花200亿去做这个点面线的平台了。我想这打给龙仔啊，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逐一的说明，没关系。那民党政府，不过大家有感觉讲，哎，今啊物价愈来愈悬无？有，哦，大家拢有感觉嘛，对不？哈，哈，对，联盟对啊，讲了对，1000块已经买无两项啊，对啊，对不？哈，大家拢有感觉，暗股哈，薪水刚有闭关，无啊，对不？只有基本工资，啊？安尼吼。对啦，是哦。我感觉恁来，我第一个人就出来讲，哎，应该是安尼。对，我有感觉。对，大家好。谢谢，这位先生，谢。哎，对，好。对啊，像我头拄仔讲修根吼，我头拄仔讲啊，我写个好菩萨寺庙，好安尼吼，哦对，因为我头拄仔在讲修根吼，我嘛是刚刚家己的朋友吼，是对谈才知道的，好，所以我们地方的大家的需求，所以安尼讲吼，对，咱好不容易吼，咱家己吼，以前过往在清朝的时候，我们有40个进士，是嘉义吼，光嘉义就有，哎，就有40个进士，嗯哼，啊，咱今仔日吼。有咱家己的囡仔哈，我们侯友宜哈，是侯市长哈，对，他明年选总统啦，啊，咱大家哈，希望大家的帮忙，我们让侯市长哈可以上总统，好不好？过往咱无有家己的总统，我们让侯市长可以当选总统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
时间的关系啦，哈。不过大家手头上的珍贵的一票，这一票会决定我们中华民国的未来。没错，我是李桂敏，我在这里拜托大家，恳求大家，是我们大家手牵手，心连心，嗯，我们把侯友宜、赵少康送上总统府，我们让国民党能够重返执政，我们让专业的人来治理国家，我们让专业的人来解决我们所有的困境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，新年快乐，谢谢大家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